武策呢？你不要再装了，武策已经被你抢走，快放了莫妮卡！在没有看到武策以前，我不会放了任何人。明明就是你派人抢走了武策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说什么我都信，我叫你大哥喽。武策在范儿手上，他会交给你。 那我们就等了。你先放了莫妮卡，你们再不放人，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。在我没看到武策以前，谁都不准走。 紫金之巅在我这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没有得不到的。 现在你满意了，可以放人了吧？放人。老师，你没有事吧？<笑><笑> 小颖，小颖，我再受不了了！你简直就是魔鬼，邪灵跟邪灵的魔鬼！你做尽了坏事，你就怕有报应吗？ 活得不耐烦了，小颖，今天。阿K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大场面怎么能少得了我阿K？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事。 你我左闪右闪，攻击多凌厉。在电光石火中，我看不清你的身影，该做些什么才能答应？快走！ 快走！
人交给我们处理。来，几留步。医生，医生要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放心。由于重疾压伤了肌神经，引起暂时性的下肢瘫痪，能否痊愈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。我的心里，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。18年，我等你叫我这一声妈，等了18年，我以为我这辈子没有机会。救我一次吗，妈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你的腿。没有关系，只要可以弥补你，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